今天我跟妈妈在店里打包西红柿啊，还有打包了，又打包了一大堆的电饭锅。엄마가맨날이렇게일한다그래啊嗯，这是成功的那里都是这一个锅里跳进了吗？你？모든중국사람이그러냐하면이나하니까이렇게하는거지또진짜유진이내일이제새벽4시태양절개슬슬들어가는앤데밤11시까지핸드폰으로뭐화장품팔던애요아진짜미국에서아주택시가네그리고딱붙이고딱붙이고딱붙이고그렇게잘해 그렇게택시잘어졌다양이그렇지머리카락하나없군또우리가우리며느리는털털해어떤사람들은하도안쳐서처음에시합을일요일날와서대충대주고인데화장실나는해주진않는데보면막수건에서도냄새나고이러더라고우리냄새나는말한마디안해나도이제말좀좀들을줄인데미야这是我们的晚饭이자아니야나지금피자먹으려고여기옆에언니네가게오늘싸안그래아니그냥마마치언니로갔지 아니옆에아니옆에The next day. 我去那个中介办公室，然后拿了我的新的办公室的钥匙。今天是啊搬家的。谢谢你的。예알겠습니다特别喜欢这大床，可以看外边也有阳光，这边的阳台也挺大，哎呀，非常非常好。Later， 嗯，这些都是要亮的。Oh my god！아우와엄청무겁죠这是我们这边办公室的最后一顿饭네Yeah.